身上穿的这个是一个公益的活动，对不对？对，哦、对，这是我们设计的 T 恤。是。然后呢，都是我们自己亲手画的。嗯。然后每卖出一件呢，我们就会捐出100块给癌症的病童。是。而且它卖得非常的便宜，就是本身已经没有几百块，却还捐了100块给癌症病童。谢谢 Latif 跟我们做这个合作。No. 那其实你在 Latif 的官方网站上面也都可以看得到。官方网站买得到。嗯、对。OK， 这很重要，要告诉大家在哪里买得到。对啊。这是一个好事情，做一个善事情。对啊，这衣服其实跟我们演唱会也有关，因为我们演唱会也就是邀请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病童，还有一些各个地方需要帮助人来看。然后我们的演唱会也是还没有开卖之前就已经先捐钱给他们了。然后就是希望，其实不是要说我们做了多少善事啊，而是其实我们以前都很不喜欢讲这些事情，但是后来发现他们其实很希望我们来讲这些事情，因为要抛砖引玉，真的。对，然后就是希望这些事情可以让更多人发现他们需要帮助，然后跟我们一起去帮助他们。而且你们的行为可以让一些人的良知觉醒。我说真的，因为现在人都太自私了，都不去为对方想，不去在别人立场想，你们的行为可能让一些人觉得啊，其实我们要做一些事情，好。然后在6月15号在哪里演唱会啊？小巨蛋。小巨蛋，对不对？好，太厉害了！这一次大家赶快去看一下。好，享受一下，然后呢，最重要是这个 T 恤的这个活动，也要让大家一起参与。对呀，哦，这么没多少钱就赚了100，你看到没有？太厉害了。那看样子邱永恒应该是买个20万套的。好哎，没有问题，没有去立刻生产。谢谢谢谢七哥，谢谢七哥，演出成功，谢谢。